好，歡迎嚟到超媒體出版嘅攤位。咁我哋今日咧就有逆轉一百呢本新書嘅新書發布會啦。咁我哋邀請咗超媒體出版嘅經理出版經理咧同我哋傾下偈嘅。咁呢一本書嘅作者咧就係何鴻燕先生啦，佢嘅發起人咧就係 Relay Hong Kong 嘅總裁胡曉明博士。咁另外一身邊一位咧就係一本書嘅其中一位行業個行個業其中一位行業代表嘅何偉峰博士。好，咁我哋同大家傾下偈啦。你好，大家好，我係超媒體出版社 Sandy。我哋出版社都好榮幸啦，可以出到呢本書《逆轉一百》。《逆轉一百》咧，其實記載住香港啦，過往嗰三年啦，喺疫情慘不忍睹嘅日子，真係慘不忍睹。各行各業咧，真係水深火熱。係啊，即係好多公司啦，中小企啦，喺呢三年裏面咧，唔死已經當贏噶啦，係啦。咁呢本。